获得中央赏识高升内政部长的前基隆市长林佑昌，元宵节回到基隆家乡，并且特地到七堵区中心的信仰中心庆祭宫参拜七斗妈。林佑昌强调，会把地方上以及人民的需求和期待，希望可以和中央的政策真正结合起来，切合大家的需要。啊，我希望你来去保定的这个啊土地，啊，这个会把地方上还有包括人民的这个需求跟期待，希望能让大家有的理解，大大的把它结合起来，然后啊，这个切合大家的一个需要，它可以一块结合分配。民进党籍基隆市议员曾宜芳也陪同林佑昌部长参拜七斗妈，也获得庙方的热烈欢迎。我们林部长、内政部长、林佑昌林部长立功参香，非常感谢。他之前他在当市长的时候，对本宫也是非常的虔诚信仰，常常来本宫参香。这次他当内政部长，就像就如同他所说的。我们回来，再次，感谢我们市民以外，感谢妈祖保佑，谢谢他，感谢，谢谢。林佑昌强调，满满的感恩和满满的饮水思源之意，因为有大家的支持，才有今天的佑昌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